家好，又是讀書好 TV 的時間。今天呢，我自己的心情都挺沉重的，因為打開報紙的頭版新聞呢，其實都是跟這個明報總編輯劉俊濤呢忽然間呢被調職有關，而空降一位來自所謂東南亞的資深傳媒人。為什麼明報這個事件呢令到大家這麼關注呢？因為明報不單止是代表一份香港的本土的報紙，亦都是代表了一種知識分子論證的一個傳統。所以今天呢，我想介紹一本書給大家，就是李金泉編的《報人報國》，是中文大學出版社的最近出的一本新書。李金泉是編了兩本的，上集叫做《文人論證》，下集叫做《報人報國》，就是對中國新聞史的另一種看法。為什麼在今天這個時候我們要重溫這個中國的新聞史呢？裡面呢是詳細地講釋由民國時代晚清之後進入民國，中國出現現代的傳媒一路那個發展的過程，而這些報人在民國在延安時代的報人，在四九年之後的報人，他們面對的是一個什麼的政治環境，然後這種報人的傳統慢慢怎樣湮滅。為什麼看起上來會這麼傷感呢？就是今天所面對的問題，原來在30年代的中國全部發生過了。大家想想，中國的知識階層在晚清之後呢就已經逐漸消失，因為廢了科舉，但是知識階層的精神呢是仍然遺留下來的。遺留下來是變成什麼呢？就是我們今天所見到的所謂現代知識分子的專業工作，其中一樣很重要的就是新聞工作者。這些知識分子成為新聞工作者之後，他仍然是抱著一種傳統士大夫的心態，是覺得以天下為己任，以言論介入政治是做新聞的一個目標。所以大家想回轉頭，今時今日當很多報紙的老闆在這裡講我們要公正客觀持平，新聞專業為先，不應該有自己想法的時候，大家想想報紙是不是這樣的呢？如果在中國的傳統裏面，30年代這班報人他們辦報是為什麼呢？其實是為了救國嘛，是為了中國現代化嘛，這種就是所謂文人辦報的精神。所以很多人說明報究竟他誰人做一個總編輯跟我們無關，只不過是一份報紙裏面管理層的調動的問題。我絕對不是這樣看，因為我相信在整個中國的報業傳統裏面，在1949年之後，延安模式已經是取代了民國的時候文人辦報、自由辦報的精神。當延安模式將傳媒新聞變成一個黨的宣傳工具的時候，我們要起來反抗這件事。因為真正民國的辦報精神其實是遺留在香港，不是在台灣和中國大陸，而這件事在1949年之後一路在香港慢慢發展生根，成為我們的核心生活的一部分。所以大家看這本書的時候，你會明白到明報不再是劉俊濤、張曉卿家族這麼簡單的問題。如果你將它接上中國新聞史這個傳統的話，你會知道今天發生的事對大家來說是不能接受的。我希望大家有時間去翻閱這本書，看一看我們上一代、早幾代的人，包括梁啟超、包括胡適、包括楚安平等等，無論是親國民黨或者是自由派知識分子，或者是親共產黨的楚安平，他們當時辦報的精神是怎樣，為什麼言論是這麼重要，為什麼用言論介入政治是中國文人辦報的一個傳統，而不是今天那些商人所說的是說我們要客觀持平公正這些廢話。多謝大家。